韦斯雅同陈佳乐出席颁奖活动，提到韦斯雅最近为新角色频频做尖操机，成果仲十分卓越添。我屋企人就觉得哇，你再咁样操落去唔系办法，佢话你停一停先，因为太越嚟越僵啊，尤其手臂好明显。咁所以就应该开真正知道开机之前一个月，我先再操翻咯。咁呢排就普通运动咁样咯。我去睇过佢上一堂噶，有一次。專登上咗佢睇佢教練點樣操佢，咩偷師，咁發覺佢已經好勁啦，因為可能我自己比較著重嘅係即肌肉嘅增長量啦，但係佢係耐力都已經好好，因為同埋佢練係踎腿嗰啲咧，佢練到係啲肌肉嘅發達啦，係咪？所以要停啦嘛。劲粗只啊 ！OK 嘅，美感嘅美嚟，美感嘅腿嚟。我自己比较中意喺上半身发展嘅，佢就下半身。下半身发展啦。过几日韦斯雅就生日啦，嘉乐又有冇买定礼物啊？我哋咁好朋友，使乜成日讲送礼物啫？同埋我哋发现咧，我哋两个系识咗咁多年嚟，我哋系未试过生日互送礼物噶，真系冇。唔係淨係生日，我哋未試過送禮物俾。唔係我有我上我諗起我記得啦，我拜年嘅時候買咗啲啲朱古力俾你嘅。佢拜年有拎盒餅嚟嘅，係有嘅呢啲咯。因為我自己都冇送俾佢，所以我又唔會嬲佢。